没说谁是他们。但问题是，哦。大家好，这期我做一个旁白介绍吧。我们这次要去的地方就是光复里。光复里，我想有些朋友知道啊。它是位于普陀区啊。在位于拆迁的地方啊，就是所谓的钉子户，已经差不多有差不多16年时间了，一直为拆迁。那么它周围的房子都已经，一套房子啊，就是有千万，所以这个价格都是豪宅包围着它，周围的房子价格很高。如果是当初，这些没有拆，就这些拆迁的所谓的钉子户啊，如果他们当时签下合同搬走的话，也就住进了类似这种豪宅吧。但他们一直坚持着他们的最后的要求吧，就是。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今是否已经搬了，我们去看看。这是武宁桥，这个柱子看上去挺漂亮。欧式风格。我们看到前面这些房子，每套房子差不多就千万了，现在已经升值到那个，就是光复里这块。那么它的下面啊，就是那块空地，我们看到应该是，好像有那个有架子了，建筑用的架子。武宁桥，武宁路桥。这就是苏州河，那边的房子也挺漂亮，那块像空中花园一样的。妙龄少女站在上面，
这条靠近苏浦河的这条路叫光复七路，反正再来看看这个桥。光复里，在拆迁的时候，曾经有，就是，拆迁户提出要赔偿1亿的赔偿费啊，这个价格在当时的话，特别高，让人可想象。价格没谈下来的话，就一直那块地就一直空着，就是废墟一样的，然后几栋房屋就立在那里。这是我大概在5年前来过吧，但我看最近的报道，在2019年有一个报道，但不知道现在，哎，这是不是这块呀？问一下看看。哎，你好，你好，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以前那个光复里那个未拆迁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拆掉了吗？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干活的。这里过得去吗？你上哪边去？就到那个拆迁的那个地方看一下。对啊。可以过对吧？啊，好，谢谢啊，我看一看。啊，就是这块地方。这个我看已经拆掉了嘛，啊，最早因为没有拆迁，那么这个那块地也被使用为使用为停车场吧。看这个情形好像是已经拆掉了吧。豪宅啊，豪宅靠近苏州河都叫豪宅了。哦，已经拆掉了。啊，这已经被水泥填平了。去年就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网上的报道，已经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拆。哟，这个挺漂亮的，挺有意思的。嘿，拍一张照片。
看这个情形是拆掉了啊，整个都已经被填平掉了。哎，你好。他这个什么时候填平的呀？就是这个光复里这块什么时候填平的？以前不是那个楼，现在那个没有拆的楼吗？就拆多少年了？这个填的是填了半年多了是吧？哎，半年的时候，那就是今年初填掉的呀。半年了，他是分几天了，又不是一下打的水泥地了，连好几下打的。好几年了。我看去年还在报道，还没有拆掉吗？去年打那块啊，这今是上半年是打的这块啊，这今年是打的这块啊。哦，那就是去年就开始已经那填掉啊、哦，那就是那些人已经搬掉了了。肯定搬。搬掉了对吧？啊，已经谈好了，那就是。那个搬走了。去年大概什么上半年了？那就是中旬还是上半年？那个填水泥填掉，上半年就打了吧，上半年就。这上半年才打的。这是今年上半年吧。今年才打的。去年就是开始就已经填掉了啊。哦，是这样的，我还过来看一下，看还拆了没有？哎，果真拆掉了，哈哈哈哈。一个人都没了，好啊。啊，这块地马上要建房子了。正好的哈。对呀、啊。这片不还是新户的地点吗？他以前就是拆迁户没谈好嘛，嗯，谈了15年了，就去年算15年，今年16年，15年没就是一直没谈好。我看了报道，我过来看一下，哎，现在已经谈，可能就谈好了才会把这个平掉了。像这边的房子一套都，那这边房子一套都1000多万，所以他们是成为都市。被千万豪宅包围的房子，这块吗？这块地吗？啊、哦，已经还、哎、好大的面积了。哦，已经拆掉了，已经拆掉了啊！已经平掉了。这块地还是蛮大的。那么具体的就是他们。最后谈的价格是多少不太清楚，对吧？肯定是协商好了，你要再拖下去的话，你看15年就这样一眨眼就过了，再拖下去的话人生就这样过去了。一般这样的拆迁房无非就两点嘛，我认为两点啊。第一点就是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没谈拢，对吧？一个收购价，一个出卖价没谈好，那么不愿意搬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一种叫什么祖宅的一种情节，舍不得这块地啊，就是祖祖辈辈在这里，然后拆了，肯定他都不太愿意要搬走。所以很多的钉子户啊，所谓的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吧，这边房子也在建。这边的房价现在是多少啊？这不是特别清楚，大概有12万一平米嘛，9万到10万吧，可能要。但很多情况下赔偿是跟不上这个房价的一个上涨。上次我们去拍的那个就是那个横棉古镇啊，横棉古镇它的赔偿我看它一平米是按1400来算，然后政府补贴300，那么只有1700的一个补偿。
相对于上海的房价的话，完全是不够的了。就说他们在郊区买房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在上海靠近像嘉定啊、包括奉贤啊那些地方，都均价在20000以上了。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搬，因为他们的赔偿无法得到这个等值的一个东西吧。对，放飞了，拆了就放飞了。何德里，放风筝啊，好大一个风筝的。开了我都放三十小了啊，差一口气啊、风不大还是怎么样啊、风不大，是吹风了啊。你们经常在这里放了、哎、这块什么时候铺水泥的呀？一洗过来了线好走了啊，线那个是好细啊，好线啊，好线、啊、那一个喜欢比好比差了远了，不懂细好丑啊，咖喱一铺咖喱铺糊啊，越低啊线好越过腰子，不要放一个细好细啊，再扯着扯着大鱼了，要蹦头啊，蹦得紧啊，一蹬它就一蹬一蹬它了，什么事啊，蹬蹬抖着了就抖着故事高头抖它。哎，他这块这个水泥什么时候铺的呀？这是刷房子啊，工地。对，以前是那个嘛，那个没拆迁的嘛，对吧？拆好多了，现在已经拆掉了嘛，对吧？拆掉了，我这房子，谁要房子？对啊，豪宅啊，各周围都是豪宅，这光复里很有名的呀。拆迁这块，哎，现在这旁边的均价多少呀？不知道是吧？均价5-6万吧。5-6万不止吧？5-6万肯定不止，这个肯定5-6万不止。苏州河边啊，内环一类的 Kitty 猫，米奇的风筝。我查一下光复里的房价啊，查一下看看。这个拆的话，他们不可能住回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很贵了呀。我看看，上海光复里，哦，这个还真的是啊，这是这个光复里吗？我看看，
终于拆了啊。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网上目前的价格在八万多一平米，就是周边这些房价均价在八万一平米，那么就是说他们赔偿的话，我想会不会是这么多呢？那边的房子就在苏州河对岸，这是苏州河的这边西边，那东边以前只来过一次，当时乍一看是一个停车场，然后有几栋那个未拆迁的老房子耸立在这块空地上，现在周边基本上围起来了，就靠着光复西路这边开了一个口子。我以前是从那边进来的，我记得我以前从那边进来的。我看到那里好像有一个宅子，好像一个宅子没拆，过不去。刚才看了一下，这边也是一块空地了，就是未拆迁的那一块也都推平了。我们去那边看看，我不知道这种有旁白的这种视频是否更好。有些朋友就说得有一个介绍，但我认为这样的话会干扰到大家看一个视频，因为它一个街景的一个记录的话是一个比较即时的一个真实的还原吧。就是说如果我们参与解说的话，可能会带有个人的一些观点在里面，未免会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误导，可能会一点不太正确的一个，所以我们想更多的给到大家的一个判断，就是要建的墙。刚才那个环卫工人说这块地整个这块地是今年弄的，就是水泥是今年铺的。
块就是光复西路，靠近苏州河。环境特别好，所以地价也高。对面那个社区，苏州河边上就是小区的花园了，这里啊，这块也是属于市中心的一块位置。秋天到了，地上已经有黄色的叶子了。哎，这个桥可以过去吗？我们过桥看看。正在修啊，这座桥。苏州河普陀区段，普陀区段啊。这边是可以进来的，我们看一下吧。苏州河十八湾故事，宝成湾。这是上海沙场最为集中的地区，湾内有苏州河上唯一座双曲弓梁人行桥宝成桥，因为被称之为宝成湾，又因为这里曾经是沙场的云集，也称为沙场湾。宝成湾豪宅，这就是苏州河边。
对面就是光复里。好了，我们今天的拍摄就到这里了。因为也是第一次用就是这个旁白的形式，所以可能有些地方说的不对，也请大家谅解啊。我会不定期的可能会来几次这样的旁白的形式，大家可以给点意见。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